情绪，或者是跟爸爸妈妈讲话有一点点的不礼貌，也请爸爸妈妈们多多包涵哦。因为那是我们正在长大，我们想要做自己的象征。那所以呢，也请各位爸爸妈妈们给我们六年级的运动员掌声鼓励。你们一直在很努力修正自己的错误，老师们跟家。